开始。旋转的面料放在布斗的中间位置，置于机器的中间，两边的卡板卡住，然后把布斗拉出来，放置在托布杆这样子穿，托布杆是这样子。拉过来的时候，面料不要超过台板，然后理平面料。理平之后，人是站在这边，手抓着这个按钮的地方，然后一只手打开前面的内压部滚轮，打开前面的内压部滚轮，打开来之后，面料拖过来，边拖的时候边拉边按这个按钮，按了之后，然后面料过来之后这样滚下来，滚下来之后这个杆子就没用了，就放回去，然后把内压部滚轮压进去，压进去了之后，这个布头不要用手去理，按这两个按钮，通过这两个按钮转动这个滚轮，把面料头塞进去，放置在下面，塞下去，塞下去了之后，这里边有个杆子，轻薄型的面料，轻的面料用细杆子，中空的，重的面料，比如说牛仔用重杆子，然后压制在面料上面。然后压上去了之后，这个是一个穿布过程，穿好了之后，这个布料头我可以切掉，放一点出来，点一下剪刀，点一下剪刀，剪刀给它切掉，切掉。然后后边的面料它有头的，注意啊，这个是面料的布头，面料的头在右边屏幕上面，就需要点右边这个按钮。如果说面料的头在左边，那就要点这个。这就是一个穿布过程。